你有多远就离开多远。啊，不会写，你可以开票子给我。我在那个无稽港有放一台水上摩托车。骑走吧。好笑。也把你加满了啦。你有多远就跑多远了。现在请到临界的朋友来帮助，笔仙来帮助。接下来，我把钱放在这边，十块铜板放在笔的上面，上面完全把它隔离。你手抖什么？抖什么？啊！接下来我要把你这张牌，用我的这个，我最近亲养的一个宝贝，把你的牌调过来。三二一。所以你是说，如果你知道张克凯那么爱你，你就可能不会结那次婚？不会气死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就不会结那次婚了？对呀、啊。这个张克凯哦。本来有可能是张太太哦，你这样叫我怎么以后面对？我可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事吗？对，不要留下遗憾。对啊，看他有没有退步。